8月16日，据港媒报道，林志颖目前已经顺利完成手部以及颜面二阶段手术，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，还在恢复过程中。这条消息对于林志颖的粉丝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，这也代表着林志颖即将做完全部的手术。今天早上，林志颖的老婆陈若仪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晒照报平安，她晒出与林志颖的牵手照，并配文称：“挺过风雨，终究会看见曙光。”想来这次也是林志颖做完手术后，陈若仪坐在病床旁陪着自己的老公。林志颖自从出车祸后，外界对于他的关注度一直没有减少，不断的想要知道他现在的恢复进度。毕竟是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车祸。而据媒体报道，林志颖已经完成全钛合金固定手臂骨骼的手术，自从上周开始就能够独自玩手机了，恢复的程度非常的理想。这次则是颜面恢复手术，期待不老男神的回归。自从陈若仪和林志颖结婚后，这也是两人面对的第一大坎。当然，发生车祸的具体原因还不知道，也没有对外进行公布。最后，也祝林志颖早日康复吧。